说说看，你爹要抱病去从军，你说这怎么行啊？我们花家是军籍，能不去吗？就是为国为家，我也该去应征啊。木兰，你说呢？ 去从军，木兰，不兄弟，你有只有小女我，岂不去从军？一念今世要迁，无力又无能，一片孝心。
去，有心无力是难成。女儿虽然年纪轻，女儿你无依不属人，爹爹不信当场是。你如果是个男孩子就好了。木兰，你在想什么？女孩家到了年纪，难怪你还深有叹气。婚姻大事修心机，大姐嫁了才轮到你。姐休要回错意，我叹气并不是为自己，爹爹要带兵到战地，我想替他又不易，我只有乔装去地皮，不辞而别到关西，但求大姐注意避，到去他强盗和战你倒想得好主意，可是大姐担不起，要是大姐你不愿意，劝劝娘亲最可以，除了倒去都可以，我就去劝娘成全你，能让我替父去从军，得胜归来再谢你。大爹的病还没好呢，又练功了。真是没办法，劝也劝不行，像他这样到军营去能干什么？阿娘，我看还是答应二妹替爹去吧，他武艺又好，又像个男孩子。你也跟着起哄，哪一家的女孩子会去当兵打仗啊？谁来了？娘，舅舅跟舅母来了。哎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姑爷，姑爷，干嘛呢？妹妹，哎呀，来了啊！干嘛？边关吃紧了吗？哎，可恨乎啊！在树火洞，我人生应该刀枪下，烧的烧，杀的杀，剪的剪，抓的抓，可怜变成老百姓，如今胆战泪如麻，日夜在盼望。
长兵马，谁不该救百姓，谁不该保国家，我真能引兵不从军，我岂可被人来笑骂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们到里边歇着再说吧。来来来，快进我，等我来呢。叔叔，灵儿，什么事啊？叔叔，侄儿奉了家母之命，特来向你老人家辞行的。上哪儿去？预备出远门，到边关去。去干什么？去从军，这才是花家的后代。来，到里边谈。叔叔，我有个朋友，他要拜访你。拜访我？啊，是谁？是跟我一起从军的朋友，听说叔叔的武艺高强，特地来拜访你的，想试试自己的能力，也想跟叔叔学几招，好到边关去杀敌。好，你这个朋友好，有这样的大志。来，我见见他，我教他几招。哎，老头儿，你就歇着吧，你的喘病还没好呢。明儿去对你那位朋友说，请他改天再来吧。哎，人家诚心诚意的来请教我，我怎么可以不教人家呢？他这个朋友有志气。明儿，走啊。花老爷听到。拜见花老英雄。起来起来，不要客套。小哥有何指教？不敢，小辈素养花老英雄武艺超群，特地前来拜访，想请老英雄多多指教。想试试自己的能力，能不能到边关去冲锋杀敌。话太多啊。好。哎，让他说，他懂得比你多。是。小哥对武功方面学了有多少年了？啊，老英雄，请。请。哦，哎，慢慢慢慢，我先叫小女木兰来陪你练几招。哎哎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，我先要请教花老英雄，请。好，好。木慧，你叫木兰把我的花枪拿出来。爹呀，你的花枪已经放在院子里了。啊，已经放在院子里了。叔叔，人家在外面等着你呢。哦，好，好。大姐，那个人好像是二姐。别瞎说，快进。我去叫娘来看。哎，木弟，木弟，木弟。停。小辈有一个问题，想先请教老英雄。好，有什么问题你先说说。请问老英雄，国家受到侵略，是不是老百姓不分男女群起干戈保家卫国？好，真是高见。保家卫国是不是不分男女？不分男女。请。妖精妖精的泪淋汤呀。
家的好儿郎。现在我放心让你去听我杀的刀边疆，好歹有命儿在一起，兄妹于是好商量，心要细胆要壮。不怕他虎儿真我强，乔装只怕路程远，该在西方岁月长。虽然命儿能照顾，姑娘到底是姑娘，万一被人来识破，欺君大罪要提防。要能咋地，管他是男是姑娘，只要能保护我，管他乔装不乔装，万一被人来识破，欺君大罪我承担。花家有了好后代，回家为国亮争光，我花虎一死又何妨。该拜又乔装，即便上战场，道路远岁月长，何年何月返家乡。把花家的光荣带回
回我们花家庄。我们已经到了，走吧。有没有？有有有，你们禀报吧。外面吵得很。别下来，别下来，别下来，别下来。来，你这个坐着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坐坐。来，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。来，多少人啊？来，武长。壮士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吗？是的，是到潼关去投军。我们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，咱们一块走吧。好，我叫王奎。王大哥。王大哥。这位叫周胜。周大哥。他叫陈威汉。陈大哥。不敢不敢。那位叫吴兴成。吴大哥。不敢不敢。我叫，在下叫花明，他是我兄弟，叫木兰。花大哥，花大哥，花贤弟，请坐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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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六个人呢，都是去投军的，大伙在一块儿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我敢说一句话，在外面混的，交朋友才要紧。大伙像弟兄一样，到处吃不了亏。而且我是个老军人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他说您是营棍子，靠着当兵过日子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自个儿说的。哎，大哥。你可别相信他的话啊！别怕别怕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哪一个是为了国家去投军的？哎，我知道，我们周大哥出来投军的是想混个老婆。我们先走吧。我不像你耍光棍，我是有老婆的。你们投军为什么？想做官，想发财。胡说八道！你是好人呐。哎，周大哥，你老婆在家偷人。知道吗？我老婆偷人，你管不着。怎么着？打架呢？打架？那你想打架怎么着？打架怎么样吧？哎，叫叫你不行，不要！跑远点！打架！木兰，你可要小心点，那帮银棍子都不是好东西。什么银棍子啊？哦，银棍子就是靠当兵混日子的地痞流氓。你看他们那班人，哪个是为了国家来投军的呢？哎，大哥，既然我们出来从军，就不免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，这怎么避免得了呢？听他们谈谈经验，知道一点军人的规矩，也不是没有好处。说不定还要跟他们同锅吃饭，并肩作战呢。我是你大哥，你要听我的话。少跟他们接近呢。好了。
伙计，有客房吗？有有有有。幸亏您二位来得早，我们小屋给您留着呢。啊，我们这双溪口啊，地方实在是太小，这儿只有三间客房，天不黑了是吗？都住满了。好，您二位看看行不行啊？就是这一间了。行啊，就这样吧。伙计，哎，没事了，你去吧。啊，您还吃点什么吗？哎，不，我们吃过饭了，你去吧。哎。大哥。啊。你另外找个地方睡吧。哦。我忘了你是妹妹了。对对对。蓝妹，兄弟啊，明儿一早我就来叫你啊。啊。哎，伙计，你给我找个睡地方。哎，这间屋子可以睡三四位呢，你怎么？哎，这个你甭管了，你给我找个睡地方就行了。哎，地方实在是没有了，有间大屋子，您跟大伙挤在一块儿行不行啊？行行行，你带我去。您看看这还行吗？都挤满了。啊。好，我在这凳上睡一宿吧。这儿，这儿怎么行呢？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去吧。说什么你得给我们找个地方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？我知道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什么叫没办法？没有地方啊。说什么行不行？找个人睡觉。实在是对不起，真对不起列位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怎么行啊？说什么你也得给我们找个地方。来来来，军爷，哎，花贤弟，他们非要我想办法。花贤弟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不是要什么大客房小客房，让你来找个地方，我们哥儿仨凑合一宿。谁知道他那么死心眼儿。这个人，王大哥，我客房里有个炕，你们四位可以挤一挤。哦，那好极了。来来来，兄弟们请吧。好好好好，请请请，好极了。哎呀，这炕可真不错啊。哎，太好了。哎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没有？哎，我这也有一壶啊。花兄弟，花兄弟，你哪儿去了？你看，哎，花兄弟，五人挤着下的呀。哎，不，大伙挤的一块儿多热闹嘛。可以啊，已经让你们住好了，我另外有地方啊。哎，五个人可以啊，挤一挤嘛，五个人可以挤得下的呀。你们住好了。你真是太客气了。伙计，我那位朋友睡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那个屋里，那个大间儿。哦。林大哥，林大哥，林大哥，花林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让给王大哥他们住了。哎呀，你跟他们客气什么呢？我们都是投军的，他们没地方睡也不好嘛。好了，那你先睡这儿好了。欢迎你，哎，花大哥，欢迎你呢，哎，欢迎你，王大哥，我们从路上带了点好酒，想请二位到小客房去小饮几杯，表示谢谢花贤弟。别客气了，我们都不会喝酒。别客气，谁要一客气就不够朋友了。不是，哎，不是客气，一来晚饭已经吃过了，二来离家的时候双亲叮嘱必须戒酒，因此不敢从命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今儿我们要没你这个朋友，晚上我们哥仨睡哪儿啊？来来来，走走，喝一点。哎，王大哥，我实在是喝一杯，一杯，一杯。来，走走走，张哥，没客气。哎，大哥你来，大哥你来，来。哎，喂，哦，喂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
圾的好。愁眉苦脸的为什么？看你的样子又要哭，莫名的想起好老婆。求求你不要提老婆，提起老婆我难过。你看从军的那么多，哪一个家里没老婆？偏偏是你看不破，开口就啰嗦。不瞒你们不为说，我的老婆是贼多，她美得像花一朵，热得像一盆火。丈夫在家勉强过，离开了丈夫准放过，准放过。常言女人就是祸，水性杨花真不错。可怜我们的周大哥，你怎么叫他看得破？这句话你说错，女人难道不是祸？水性杨花虽然有，但人就也不来做。这话说的虽过火，女人也实在太懒惰。吃苦打仗是丈夫，在家相夫是老婆，是老婆。丈夫出门去往哪边走啊？轿厂啊，轿厂在那边啊，咱那边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快过来。传令下去，站立两旁，后令考核。众投效军人听着，奉元帅将令，令尔等站立两旁，听候点名，比武考核。两旁站立。欢迎李成在那边呢，是啊，来，走，过去，走。哎，欢迎你。你看对面那几位，别怕，有我呀！笑什么？花大哥，比武是两个人比，有你也没用啊！花贤弟，我告诉你，比武跟敌人打仗一样，不是靠蛮力，是靠功夫，胆大心细。大哥说的对。奉元帅将令，比武开始。花名张彪，
怎么打得过王大哥呀？哎，去嘛去。不去不去不去。大哥，为什么？真拿的吗？去去去。哎哎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手下留情啊！真没出息。炎帝，别怕，有本事尽管使出来。是，王大哥，请。是。真行，陈伟汉，陈大哥，请。花先生，请。难得聚在一起，过些时便要远征边关。这几晚月色皎洁，一则借此赏月，
二子，也算是替我们新来的伙伴们接风。多谢大人，请请。花小姐，你怎么不告诉他了？我不会喝酒的。哎，男子汉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？请原谅他，他是不会喝酒。那怎么成？我已经喝了他了。这叫做祖不敬，客不饮，毕竟是咱们做主人的礼数不够，所以花小姐不肯喝酒。不，没有这意思，没有这意思。我是一向不会喝酒的，要请大家原谅。哎，这杯酒一定要喝。不，弟兄们，我来带来。要到边关去杀敌的男子汉不会喝酒，那岂不是成了娘子军了吗？花仙帝不肯赏光，我们要想一个劝酒的办法才行啊。先瞧我的啊！我给新来的弟兄们唱一个歌，如果听得入耳，大家一定肯赏光了。好兄弟好伙伴们，不远万里到边关们，为的是杀强敌呀，为的是保河山呐，你们同此心，我们也同此愿，大家合力同向前呐，不灭苦怒誓不还。这一杯解封酒，祝大家身强健，扫尽了胡尘呐，再开青松烟。兄弟一向不会喝酒，今天承蒙各位大哥厚爱，兄弟先敬李将军一杯。请请。谢谢在座的大哥们，我敬我们私仓营的全班弟兄们。请原谅，我不能再喝了。哎哎，花仙弟，谁说花仙弟不能喝？能喝，我敬花仙弟一杯，表示欢迎花仙弟。哎，来来，张大哥，我实在不能喝了。哎，你不接受我的敬意。谢谢你，花仙弟是不能喝了。就这一杯，他们敬你不要喝。好，就这一杯。就这一杯。他不能喝，就不要再让他喝了。刚一出门就把说话给忘了，你先出去，让我歇会儿就好了。对了，
歇着吧，我替你去巡夜。哎，大将军，我来。哎，喝酒偏要喝，哎，真是啊。李将军，请。花大哥，你好好的照顾他，我看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的。是，李将军请。三更你不睡觉，你怎么在这练翻跟头啊？对不起。哎，吓死我了！对不起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上哪儿去？去巡夜。你先别去，你歇着好了。我酒醒了，你放心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你怎么不多歇歇呢？多蒙将军关怀，末将实在放肆，饮酒误事。我一时太高兴，闯酒过瘾起，是你饮过量，害你醉昏昏。将军太谦逊，小事就挂心，丈夫不怕死，何怕醉昏昏。丈夫不怕死，也该善保身，保住坚强体，才能听敌人。醉酒浓悲愤，余生抱前身。我从今当解酒，免得无君心啊。
将军。将军真可敬，乐地数别人，不拦不知手，深深跪在襟。同饮皆兄弟，彼此不许分。你最好该休息，今宵我待守更。不将关西中，可能待守更？如今酒已醒，将军请回忆。小芳是要亲你，最后牵安你，还是由我带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将军太诚恳，人是两方心，文军帐去歇歇吧。李将军请。
又不进又不退，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诡计。边关东荡西征，战火连，失之王一举长抄出大关，有谁知敌兵乱扛十千连。我的军去对岸，岸边不动有多天。李将军，你看，深夜惊扬无纷乱，他的其中有边关，包玉元帅好方法，免得临时应付难。敌军隔岸坚守，不出一兵一卒，我想日内必有阴谋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是元帅。花将军觐见。禀报元帅，有紧急军情。什么军情？敌人有前来偷营的模样。怎见的？末将与李将军在阵前巡哨，看见有乌鸦一群从北面飞来，想必是突厥人马趁夜出动，宿鸟被人声惊起，已至成群南飞，因此前来禀报元帅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刚才发现。好，你很细心，我早料到敌人有此一招，我已经做了些准备，传令下去，击鼓声战。是。你们过来，击鼓声战。闻鼓声不得妄动，等敌军进入营寨，我们四面包围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，不得放走一人。对，退下。
得放走一人。是，左右不开。把衣服脱下来嘛！哎，来，脱，来，我不治了，我不治了。伤口怎么能不治呢？他们用的是毒箭呢。毒箭也不要紧的，我自己会治的，请你们回营去休息吧。哎，真是孩子气！王大哥，你帮帮忙把他扶过来。哎，快点，你，我不，快点，快点，你，王大哥，华贤弟，华贤弟，这是毒箭呢。你要是治晚了，性命可就难保了。哎、来，花贤弟，你这何必呢？李大哥，我从小不惯脱衣服的。好了，花贤弟，你不肯脱衣服，我们怎么可以给你敷药呢？哦，李将军，既然他不肯脱衣服，我看把袖子给隔开好了。隔开好了，快，快，是孩子气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还怕脱衣服，太难了。花将军怎么样？元帅，花将军的伤厉害呢，还好，再迟点治就怕有危险了。哦，元帅，花将军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多谢元帅的关怀，现在敷上药，好得多了。好，这次大战，花将军在功劳簿上是第一名，等班师回朝奏禀皇上，封官加禄。末将。不愿封官加禄，只愿早日还乡探望双亲，求元帅成全末将。好，你多歇息。李将军、元帅，你们多照顾他一点，等伤好了，咱们来一次庆功宴。
将军。回营歇着吧，花贤弟，花贤弟，李大哥，恭喜贺喜花贤弟，元帅把千金送给你。什么喜和什么喜，这头亲事不相宜。为什么不相宜？我有心愧无力，不计将情义，有什么理不理？我与他不熟悉，怎么会有情义？拜过天，拜过地，做了夫妻自然有情义。这样的情义不尽力，最好是互相
甜甜蜜，人生月酒两难离，好像我与你。我们是好兄弟，怎么能比不起？好兄弟好夫妻，情义不是一样的。比如你变女的，你可以做我的妻。我怎么能变女？你说话太离奇。要是你不变，我变也可以。你变你家我，我变我家你。这样做夫妻才算是真情义真情义。你说来又说去，不是太自欺，要这样才能做夫妻，踏破铁鞋无处觅。婚姻给儿媳，做人要尽情义。元帅没有带着你，别负了他的好心意。李大哥，你真是忠厚老实。花贤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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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贤弟。恭喜花贤弟，恭喜花贤弟，恭喜花贤弟，花贤弟，你走的时候，私仓营的弟兄们给你送行。多谢各位大哥。李大哥，
大哥，对对，快去告二姐，说京城里有人来看我们了，快去啊！哎，快去，我去接马。什么事啊？阿爹在吗？在呀。爹，什么事？有客人来了。客是谁啊？不认识，是从京城里来的，来拜望二姐的。您快看看去。二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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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什么事儿？有人来看你。是打京城里来的，黄明哥也认识的。啊，是不是因为姓李的？是的，黄明哥管他叫李大哥呢。哦。五弟，什么事儿？哦，有人来看二姐。谁呀？你不认识的。二姐，快点啊！谁？功劳不上第一名，要推我们的花贤弟。花贤弟，请。贤弟已经花女装，怎么还能叫贤弟？花仙妹了不起，这杯喜酒该敬你。花仙妹不容易，乔装带扮走万里，杀敌秦王勇无比，哪一个兄弟不敬起？弟兄们不要太客气，女人有什么了不起？记得当年可点你，二位的高论我没忘记。花仙妹对不起，
祝我们说话太儿戏，同营这么多丑男人，哪一个能够比得上你？开玩笑不要急，免得心里不过意。花仙妹说真的，乔装的本领了不起，祝英台乔装为读书，花木兰乔装为下地。弟兄们好比梁山伯，十二年独梦在故里。梁山伯才子真可疑，三年一点不负生意。后来英台会会稽，山伯相送十八里，路上他心事托呀你，说来说去他不下的女子多聪明，世上的男儿多大意呀，劝你别笑山伯胆，山伯不过是其中一呀。
替你去安排，吴老贤没挂心怀。家给你早早来，贤妹，千山万水可能快，你要决意艰辛等我来，别让我终变成梁山伯，迟来三日是南山。宝剑争取云长。